按你的排行榜去看，需要我教你？不行不行，真不能理你啊！我再理你，我真傻逼了，节奏都乱了。先 Q 一下，这把哎，不，这把不是特别的好打，是吧？对面中了好好啊，先这一下。但还好，对面是永恩。永恩的话，我好变身一点。永恩前期没有压力的。想想，哎呦，原来他可以杀完。哦，可以，这波一个 AQ 直接把它做掉了，漂亮。嗯，我这边打野漏了，完了，我操，完蛋，我操，我拉了一下屏幕，没 Q 好。哎，亏死了。他最后他应该毙了的。但是这个能量我没有蹭到，干杀了。他应该他刷这个，升个六级去把他越了。挺大的，直接秒他了。永恩这波他下路，永恩这波他在下路。不对的话，再把蓝刷一下，他应该死了。能量还是好少。我拉对面永恩1000块。永恩这波他应该毙了，他应该毙回家了这波。这的话，我可以两个资源都要。下路很残，先锋给个眼呗，先锋去给个视野。被杀了，看他往哪边走吧。他想拿小龙，溜溜溜。
人才。他怎么自己一个人在打啊？成早了，但是人杀了。龙可以了，躲龙，躲龙后面，他也不狙，哎，好烦啊！一闪。一闪你也要死着不？他想回家？哎，陈建，减速！哎呀，他刚好换了个形态，我靠！导致我这波没有蓝色能量，刚好换了个形态，那就蹭波龙王吧，蹭波龙王我变身了。好恶心的酒桶，他放 AD 了，放 AD 开始保他，他在这儿，我不敢上啊，我血量好低啊。这是 AP 酒桶。我就说这个人伤害怎么突然间这么高，原来是 AP 酒桶。8000，酒桶开始单吃线了。先杀上路吧。我这波我去下已经来不及了，就杀他吧。
想办法抢个大招，又带自己开龙。永恩应该要没了，但他这波可能会死在这里。可以把龙打了，可是跑了一个。永恩来了，他这把已经没戏了。看的搞这么帅啊，这杰斯伤害还没有补，补点伤害去。突然间没有手感了，亏大了。来打呗，别打这个啊，这个我不敢跟你啊。你跟我打后面的，我还能跟你慢慢的打前面的。他推推棒加那个跑得好快，你敢来吗？我直接秒你啊！我直接把你秒掉。啊，没塔，走吧，回家补装备去了，身上4000多块钱。这边两个，这边三个，永恩漏了。跑不掉的。
那我神装了呀，他才2000套，伤害是这样的。我神装了，那伤害现在就是这样。十五还在不在？十五还在不在？十五哥，十五哥还在不在？十五哥不会走了吧？我刚我都没有看弹幕啊。十五哥还在吗？十五哥。